杨家将大战辽军于雁门关外，六郎杨延昭与五郎杨延德在混战中追击辽相韩德让，却不曾想遭到了辽国皇族耶律休哥的埋伏，身负重伤，逼至绝境。兄弟二人想起家国父母，无言以对，决意与敌人死战到底。死啊！杨家郎，死北京！能吸引我们降临，这样的英灵怎么会随随便便就死了呢？要不就送太虚幻境吧，如果他能在太虚幻境里证明自己真正的觉醒，也不枉费我们给他一些神器。我可告诉你，混沌可是把古神那个精玩意儿给放出来的，你要是不同意就自己解决去了。到这个月为止，你不欠我们钱了。三年了，当年发现你的时候，真没想到你能活下来。要不是师姐坚持，我至少有十次以为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要说你命怎么这么硬，那么重的伤，竟然还能活下来。现在，欠我们的药钱都还清了，你是不是也该走了？
哎，再也没有讨债鬼跟在我屁股后面喽。你会去哪儿？去东京？回家？还是去江南？都可以嘛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现在没有战气，就是个普通人嘛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们在山丘下面发现我，就管我叫小丘，我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，更别提去哪儿了。世界那么大，你就不想去看看？报，寨北三十里，疯子们在袭击商队。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小心！将军，虽说破了曹军十万大军，可依旧是忧心忡忡啊！哎呦，你辛苦了，慢走啊！哎，你脸上怎么这么多汗呢？我帮你擦擦啊。嗯，哥哥，你的酒来了，慢慢喝啊。够不够吃啊？够，还有那么多菜呢。现在那些疯子们可是越来越厉害。我是说他们现在越来越多了，之前呢还三三两两的来，现在都是一窝一窝的，跟苍蝇似的，杀都杀不完，烦死了。不过幸亏不会传染。可不是嘛。不过要说起来，寨主刚把你捡回来的时候可没这怪事吧？我哪知道呀。哎，他就是你捡回来的小孩啊。就是他。哎，几位客官，哎，客官，上面请，上面请啊，一会儿就来。你可以叫我阿秋。你不会对我图谋不轨吧？不会不会。你看那人是刘昂吗？你就是刘昂。我看未必，是六郎的话，他怎么不回去？老马，你去看他虚实，人多眼杂，务必小心。你是辽人吧？下次有辽国商队经过的时候，你跟着他们回去吧。啊，我不能跟他们回去。行行行，你赶紧吃，吃饱了爱去哪去哪。小天母一开心的。长得特别的恐怖，特别的恶心，特别的丑，他的怪物看的都他妈恶心了，我都想吐。你会保护我的对吧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咱们的杨彦昭见到他，马上我就藏起来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好，起来，到我后面去，别过来啊，别过来。你们做事也太不讲究了吧！知道我们寨主是谁吗？那可是真老虎。一会儿他要是来了，白鹅掉金母大虫，懂吗？有你们好看的！寨主来了，走，寨主来了。自己惹的事自己收拾，母大虫不管。咱们雁门寨的规矩，私人斗殴一律不干涉。什么时候改的规矩啊？
就刚才。主人，我这就去把他给接回来。不会有事的，他在这儿的话，也回大辽要安全。别动我！杨家枪吗？呀！得！呀！住！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最后，哎呦！把那小子给宰了！住手！大宋地盘，岂容两狗放肆！壮士说得好。不是说不管吗？堂堂一寨之主，这么言而无信？规矩改了，跟女人讲道理，你是怕死得不够快啊？走，这就走吧。哎，你看看，好不好看？嗯，挺适合你的。小乔乔，谢谢你刚才又救了我一次，所以你干脆就二十次到底，就把我给留下来吧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呀，我也是被债主收留的门客，不能收留你的。阿诗姑娘，你只要往南再走大半日，进了雁门关就安全了。可是万一他们就在寨子外面等着我呢？那我让清晨送你出关。嗯，哦，不要。再说了，你碰到了人家不能碰的地方，你就要负责到底呀。啊，你一个小姑娘家子怎么就知道恩将仇报呢？可是你确实碰到了呀。我阿芝姑娘啊，你来一下。啊，我来了。保护圣主，快！就知道巴结别人，家里只有哥哥是真的对我好，我只是想哥哥了。他们一定会担心你的。你会想你家里人吗？有的时候会想，可是不记得了，所以只能猜想。我爹是什么样，我娘是什么样，现在也挺好的，这里对于我来说就像家一样。小乔乔，你每次救我的时候都特别帅，也就比我哥哥差那么一点点。
西北就得管。哎，你这个快出来、啊！起早的密门了。谁干的？不是疯子干的。有多少人出事了？麒麟的媳妇儿死了，还带着生女，加起来一共七八个人吧。麒麟觉得是因为之前你在酒馆，所以才会动手打起来的。麒麟，你不要怪小球球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吧。厮杀是从半里外开始的，不能怪阿秋。小本生意的，好汉饶命啊！尾随跟踪，小道埋伏，战阵突击，你是宋国的探马，既然知道本大爷的来路了，就给个痛快吧。昨日在酒馆门口的那个小哥，就是杨六郎。不是六郎，想都不想就否认了，看来真的是他了。战器，你是打不赢我的。这次巡逻就带上我呗，我能保护自己的。知道的，参加巡逻队都是必须要有战器的。你们闹够了没有？你还没有准备好，连你也跟着胡闹。今天基础刀法练习加500次。师姐，没有战器，你早就死了。就是参加个巡逻队吗？至于下那么重的黑手？麒麟的事情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倒不是麒麟，是我自己。恢复战气这种事情，急不来的。不用安慰我了，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是我自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总有一些非常不好的预感。噩梦？不是噩梦，是我之前的记忆越来越多，而且总有一个人在我的脑子里说话，所以我想亲眼去看看到底有什么危险。有些事情忘记了反而要比记得好。可是我总得做点什么呀。那就做你能做的事情，而不是随便去送命。像这样的乱世，我们要一起努力活下去。
看看死了没。丞相是在威吓我吗？你我都是在战场上厮杀过的人，杀个把人算什么威吓？那这算什么？这就是古神君？正是，这些便是古神君第一步的结果。刚刚植入的时候与常人无异，但是死后就会变成这样。两条命？正是如此。那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非也，这一股种子一日只能有20余颗，植入之后多半成了雁门寨外的那些疯子，而真正能转化成一股新的倒是能有个5-6成。就只有这种程度的话，也不过就是厉害点的野兽罢了。这样不分敌我，是没法组成大军的。萧天木，见过耶律将军。你不是残废了3年，生不如死，多亏丞相把我给医好了。怎么样，修哥？这便是高一等的异骨种子，植入之后能立即增强常人的体质，即便战死也能保留大部分灵智，统领异骨大军。保留大部分的灵智？正是如此。若是到了第3阶段，那便能够完美融合了，也就相当于拥有了不死之身。呀！呀！小乔乔，小乔乔，醒醒！小乔乔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！突然晕过去了。哎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是不是为了报仇才练得这么拼命啊？嗯？我只是想，有了战器就可以保护好身边的人啊。为什么你们总是要打打杀杀的呢？哥哥也是那样。我不想你们死。可是我也不希望你们去杀人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肚子都饿了。我给你带了吃的，有馒头呢，还有牛肉。一会儿陪我去采药吧，我给你编花环。那好。修哥，你就不想我大辽称霸天下？到时候，宋、西夏，乃至极西之地的大食人，都将成为我大辽的奴仆。忠心耿耿的古神君控制着他们，到时候，大辽的皇宫贵族融合了古神种子，我大辽才是真正的万世永昌了。只怕到时候这大辽就不是大辽了。修哥，我一直就说太死板了。我已经说服了家里的老顽固，全力支持丞相的古神之策。不可能。用武力的话，
被囚禁了上千年，又被放逐到这里，如今他们派人想消灭我，真是自寻死路。那个人出现了。那个人？那个唯一有可能破坏我们计划的变数。我去杀了他。方才离开的人前不久才和他接触过，就算气味很远很淡，但我还是能闻到，即使是在睡梦中我也能感受到。找到他，杀了他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踩到了。你跳下来。不，我不敢。有我接着，你摔不死。再不跳我就走了。小舅舅，你千万别松手。要小心点，别把自己的命搭上。你有没有伤到哪里啊？伤到哪里了？灯火阑珊，看见你微笑的模样。峡谷柔肠，寻觅爱的方向。金戈铁马，骗人世间繁华。青山古道，青春过往，青寒沧桑，为你去世红妆。风雨去唱，似水流淌。你在说什么来了。嗯，老板娘好。弄到咱们寨主票了。哎，今天说啥呀？天仙都下凡了，我还说个屁呀、啊、我怎么说得下去呀、啊、哎，你下来吧，下来吧，看看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快看快看。哇，天仙下来了，天仙下凡了，太快了，真是这样也扬无敌老将军。风寨主，那就不送。虽说是过了辽军十万大军，可依旧是忧心忡忡啊。新来的花魁给你带了封信。花魁？我？嗯，他怎么会让你给我带信啊？他让说书的送来的，我截下来了。你就不想看看？我不认识。他猜到了，但他不想知道。Oh!
娘。小球球，小球球，小球球，小球球。啊！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这不是听到你喊娘，我就进来看看吗？这么大的人了，做梦还喊娘，羞羞脸。啊，你要不要看戏啊？不看。你真的不看？一点都不好奇？不好奇。他乡重逢，不胜欣喜，盼与君晤。哎，重逢哎，你真的不见他？说不定他知道你的身世呢。二小姐，将军让我带您回家。小盛啊，如果我说不愿意的话，你是不是又要直接把我打晕了之后再带回去啊？小姐见谅。三天，就三天，三天之后我就乖乖跟你回去，好不好？二小姐，发兵在即，将军一再强调这次不同于往日，而且韩相的古神军这次也会参战。如果我答应韩相嫁到西域，但是条件呢是先杀了你，你说你能活多久啊？还望二小姐言而有信。哼，知道了知道了。我给你做了些金疮药，放那儿吧。其实那天摔下来是为了采一株龙筋珠果，本来想给你的，我全都加到药里了，这次的药效一定会很好。我知道。这杆枪是我师父留下来的，最近局势有些乱，万一辽人打来了，你就往雁门关去找你自己的家人吧。不是说好要一起活下去的吗？就算做不到，至少可以死在一起。我很喜欢这里，这里的人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我想留下一起保护这个地方。房间里等你。
进来吧。你终于来了。你知道我是谁？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你真的不记得奴家了吗？杨郎。我姓杨。师姐，我都已经不记得咱们师父长什么样了。师父去世的时候你还小，那时候说起来你是师父的侍童，其实都是师父在照顾你。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夏日祭，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只有夏天才是一年里唯一不愁吃不愁喝的时候。明天又是夏日祭了，我们陪师父喝一杯吧。好啊。出事了！我是杨延昭，杨家将故事里的杨延昭。你不只是杨延昭，你还是传说中的天选之人。你一定是认错人了，我是阿秋，我不会离开这里的。你是谁？你把小球球藏到哪儿去了？大理寺。认识吧，我们大理寺办事不想死的就全都给我让开。阿秋呢？阿秋在哪儿？小球球，你没事吧？小球球，你快醒醒！小球球，看在这小子喜欢你们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们一声，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杨延昭，杨六郎，而且他的身上还藏着一个秘密，一个决定大宋会不会完蛋的秘密，所以别挡道。我现在要带他回京城。啊，要不我跟你们一起回东京吧。耶律家的小妞我可不敢招惹，倒是寨主愿意的话可以与我一起入关，到时候辽军要是打来了，恐怕这个寨子也是保不住的。喂，这什么都是你说了算，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不好了，师姐，有辽人来袭。啊，是辽人还是辽军？是辽军。怎么会这么快呀？你能帮我拖住吗？大理寺接应的人应该还有半个时辰才能到。我们走。师姐，原来真的有胸比你还平的女人。听着，辽人现在正在攻打雁门寨，我要你带着阿芝先回战王府，没时间跟你解释了，等着我马上来找你。等一下，这包迷药给你防身，阿芝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到了关键时候，你的身份可以救人。还有你，这瓶药是我们死士吃的，到了最后关头把它吃下去，可以激发人最大的潜力，不过代价就是自己的命。记住，你就算是死
也不落在那些辽人手里。你真棒！追！快走！你还没有准备好，小球球，你就去吧。阿志也很喜欢这里，想要保护这个洞。这毒药，到了最后关头，把它吃下去。二小姐的安危不容有失啊。我怎么会有危险？到时候你护着我，然后一亮身份，看谁还敢动我。这次进攻的是古神君，普通的士兵一旦一股化之后，只要看见活人就会攻击，不分敌我呀。这二小姐得罪了。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小球球，他们都是杀不死的，他们是虫子，大家赶紧走啊。所有人赶紧走。果然是天命之人啊，吃了飞蛾竟然还能活下来。吃的药叫飞蛾，吃了之后会透支本源，必死无疑的。可是没想到你给风罗刹做的药里加了龙晶珠果，少说也得有300年的药性。
是用来外敷的。谁在乎？风罗刹可是全都给你吃了。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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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师姐，怎么回事？他晕过去了。我估计到现在，那些留下来断后的兄弟们，怕是拖不了几个时辰了。看我干什么？我是密探，打仗这种事情我怎么会？亮出楚神！我们现在就往雁门关走，绝对不能休息。可大家都走不动啊！抬着走，架着走，留在这里都会死的。我把阿芝弄丢了。先走。还是阿秋，你就是你。其实，我真正的名字叫风铃。这听起来一点都不像个女侠的名字，倒像是个丫鬟。师父捡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丁娘的尸体旁边。他手里还捏着一串风铃，所以师父就给我取名叫风铃。后来我求着师父，在捡到我的地方重新建了雁门站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爹娘，我的家就在这里。我觉得有爹有娘，有一个家，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。你们到底开不开门？我是大理寺少卿花飞雪，你们开门啊！没有大帅的军令，不能给任何人开城门。混账，竟然就是不开门。我是杨六郎杨延昭，杨业老将军是我爹，开门呐！他可是杨延昭啊！辽人进犯，大帅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关。金不换，开门！大帅有令，大军回师之前，任何人不得出关，不得入关啊！你，这六郎就在城下，就算他杨业来了，他还敢不认这孩子了？金不换，你离开我杨家自立门户才几天，就不认我佘三花了？姑妈，姑妈息怒，息怒。关是不能开，不过咱城内有吊篮啊，可以把他们分批吊上来。都安顿好了吗？嗯，
真是要谢谢您了，安排得很好。我也没安排什么，就是拜托他照顾好你们。坐。饿了吗？等到你们确定了里面没有辽国的奸细以后，我就带着他们南下，到关内找个平静的地方安顿下来。不回雁门寨了吧？其实只要大家都在，到哪里都是家。见到你娘之后，有没有回忆起一些过去的事情？回来以后，我还没敢去见她。阿秋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，总要去面对的，不是吗？你没有杀了他，你这个废物，肉蛆！那只是一个意外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只要计划成功，我说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你们这群废物的神谕。你们没有资格跟我讨论。不要忘了，我们只是合作。难道说？那些萨满说的都是真的。肉蛆，你根本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。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杀了他，我会给你更多，那是你要的长生不老。当年他们说只找到颜玉没找到你的时候，娘就知道你没死。这些年你音讯全无，你爹不愿动用关系，咱家的亲兵又不多，娘就只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派人去寻你。我不记得我是谁了，只有一些零零碎碎打仗的画面。后来钦天监的人、大理寺的人突然都热心起来，一窝蜂的要去找你，这你可得当心了，这没好事。不过也是多亏了他们，不然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。花飞雪说我是天命之人，咱不管这个，娘只要还能见到你就很满足了。二小姐接回来以后一路上都跑了好多次了，属下担心小妹长大了知道喜欢人了，只不过乱世如雨，凡人皆为蝼蚁。报！韩相大破宋军，杨业被围金沙滩。150,000大军呢、啊，怎么能说没就没呀、啊？辽国大军不日便兵临城下，金将军可有对策？大理寺已经确认，击败杨老将军的是古神君。太厉害了，杀不死啊，这怎么办呢、啊、这还能怎么办？这有什么计策、啊、好了，自今日起关内戒严，所有难民回迁50里集中管制，征当地民夫加固城关，雁门关内所有将士整军备战，等待朝廷下一个指令。这件事本也怪不到你头上，你去吧，这雁门关上上下下要你操心的事儿还多着呢，我们杨家没那么容易垮。要是去救大帅，城内的守军是不能动的，不过我的100亲兵随时可以出发。
让我去吧。傻孩子，你手里没兵没将，而且现在战气也没了。孩子，你听娘的话，你爹他是去保护我们中原的百姓，你就留在为娘的身边，保护好娘，说不定娘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孩子了。娘，主人希望你可以去救阿芝殿下。阿芝怎么了？阿芝殿下被萧天木抓住了，主人担心他们会伤害你。你的主人是谁？主人不方便露面。明天一早，他们会带着阿芝殿下出现在这里，恭候您的光临。他们有多少人？很拙劣的陷阱，阿芝不会有危险的。可是我说过要保护他的。阿芝啊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他又不会来。小球球一定会来的。他现在是杨延昭，以他的身份和地位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阿芝，你答应我，你记着，不管他来与不来，你都得给我乖乖的回家。你答应哥哥的。可是你也答应我了呀，只要小球球来了，你就会告诉我他爹的下落。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要不要再把衣服扯开一点，这样才对嘛。你这都是跟谁学的？我是来带阿芝走的。你说带走就带走？是你派人送的信儿吧？还算聪明。哎呀哥，小娇娇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小娇娇，你阿爹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，到时候我哥哥会告诉你他被关押的地方。你想杀死萧天木，就得把他脖子后面的蛊虫给杀死，或者直接砍头。小娇娇，我帮了你这么多，你一定要带我走。你很有勇气啊。哥，我就说小球球一定会来的吧。小球球，这就是我哥，他是来接我回家的。介意不说话。哥，你跟小球球说了什么？为什么小球球不愿意带我走？杨延昭，我恨你，萧天木，你那被虫子吃了的脑袋应该想不到什么叫黄雀在后吧，应该是你乖乖受死吧。上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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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还是五郎、六郎、杨延昭，还请韩相回府一叙。老
老夫就在这儿，看你能不能请得动了。哥，老六，你记住，对不起，不是来自笨你，而是你保护一样东西的决心。但那确实是我的记忆，绝不是幻术。欧哥的死是我害的。六郎，把头抬起来。欧哥是因为我贪功冒进，意气用事而死的。你欧哥哪里是个没有主意的人？你又何必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我杨家自前朝起战死沙场不计其数，为的不是一国一姓，为的是我们身后的百姓啊。你大哥、二郎、三郎他们都战死在金沙滩，你五哥的死或许可以怪罪于，那他们的死呢？怪谁？杨家郎，死北疆。燕昭，这一句话。娘，我知道爹在哪儿。你不告诉娘，是怕娘拦着，准备自己去救吗？是你爹为你籍贯里准备的。带上他。花飞雪，这次太危险了，你们不必跟着。救你我还得想想，杨老将军守护北疆那么多年，救他可是我们大理寺的荣幸，没我们你连地方都到不了，更别说潜入救人了。
知道该叫你风罗刹，还是叫你什么。谢谢你，风铃。风铃这名字我喜欢，以后我就叫风铃吧。现在的我是少司命的园林，借着身体来帮你们杀一股的。那风铃呢？他受了很重的伤，能否回来就看他自己了。头一天还想说请寨主取个吉利点的名字，没想到就这么跟他娘走了。大家一起活下去吧。好，那就一起活下去。交给我们，你们俩先去救人，多加小心。咱们也走吧。交出我爹！你爹之前是在这里，可是他走了，什么时候走的呢？你们这是自寻死路！心了，我是一点也没有看见了。
我们共用一股的力量。哦，是吗？封印可是要用自己的三魂七魄做养料的。我风铃，可就算是这样你也不是我的对手，弱者天生就是应该被强者支配的呀，你保护得了谁呢？要保护的人全都死了，会都会活下去的，要死的是你们这些怪物。呀呀啊啊